力量。对，就我觉得没有办法可以，就是破坏它。就是大家参与了大家的人生嘛，对，所以就希望，而且参与了大家的人生15年了嘛，所以希望可以，就这个人可以永远在我的未来的人生里面。对，所以这个今天其实我觉得看到他们两位这样的一种默契和这样的一种甜蜜，真的是彼此之间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一起去演出，一起去在台下的一种锻炼和磨练，直到现在他们站到这个舞台上，依然有我们非常喜欢 Twins 的精神，那就是闺蜜和情谊以及我们暖暖的爱。那说到爱的话，其实就像是欧丽薇兰橄榄油一样，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用心底最深沉的爱，为你心中那个最爱的人做一道满满的、充满爱意的一道菜。那真的也是。